嗨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上千岛娃娃课。那小朋友们拿千岛娃娃书，然后打开第十页。好，那小朋友们，我们先看下面的图片哦。在这里有很多小朋友，他们做什么呢？他们要庆祝什么呢？圣诞节是吗？那圣诞节的时候有什么呢？有圣诞老人是吗？还有呢？有圣诞树，对，圣诞树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看上面的，那小朋友们跟着老师一起读哦。圣诞节，圣诞节有美丽的圣诞树，圣诞老人坐着雪橇来了，大家说圣诞节快乐。好，那我们再读一遍哦。圣诞节，圣诞节有美丽的圣诞树，圣诞老人坐着雪橇来了，大家说圣诞节快乐。好，那我们读到这里哦，小朋友们再见。